啊，这样小石子拼出来图案呢，跟那样平埔族的故事有关呢。哦，部落由来，你还有孝海祭嘛？你看最右边那个像祭拜那个孝海祭啊，是一种孝道呢。这是一棵树下，然后聊天的地方，你看搭个台子，有椅子。然后这叫做阿利姆的住户，阿利姆的住户，听部落说故事，孝海传说与踢石头，然后海主庙，你看东南宫社，以东南宫社为中心做出来的，哦，你看。这边说是古代那个吉备所国小呢，后来迁到东边去了。吉备所国小本来可能在这个位置吧，后来迁到东边了。你看这里，还有那个基督教的长老教会，清朝时代设立的吧？看到教堂十字架。这里还有活寺、龙河寺，龙河寺主要供奉清水祖师。清水祖师旁边这条路一直往前，还可以到那个大的庙，道教的大的庙，是道教还是佛教？佛教、道教、儒家三教合一，叫做东河宫。这里地名叫东河，所以呢，地方上的大庙东河宫也是主要供奉清水祖师。清水祖师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12月8号。